我跟你说啊，你见到雨晴，千万别再吵了，好好说话，行不？啊，明白明白，我是劝他回心转意的，吵不起来。师傅，您好，是去机场的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啊，你自己关啊。啊。喝点水。啊。妈。嗯。雨晴一会儿来，我们俩是有些事儿。要跟您说，嗯，我们俩决定结婚了，婚庆公司已经定好了，婚房也下场装修了。嗯，嗯，好，好，结婚，那个。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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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谢谢妈。哎呀，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想明白了，妈妈支持你跟雨晴结婚，支持。嗯，其实这么多年我就盼着你，哎呀，早一点结婚，早点娶妻生子，早点建个自己的家庭，早点多一个人照顾你。可是你，哎呦，现在一说结婚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妈，人总要长大的，对吧？是的。来了，来了，进来。妈，雨晴来了。哎，阿姨，雨晴你来了。对呀，我刚从沈阳飞回来，给您带了好吃的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来来，快坐，雨晴快坐，来来坐，来坐下。阿姨，你都瘦了，没有。我刚才听清风跟我说，说你们要结婚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她，照顾她，我们会很幸福的。
幸福。谢谢阿姨。谢谢妈。阿姨，你不许哭。我高兴。什么？刚走？是啊，叔叔阿姨，雨晴一下飞机就走了。你看咱们踩着点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您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不用不用，回头再说吧。那我们在这随便看看，好吧？啊，对，我们看看参观一下雨晴的工作环境。你们忙你们的。好。哎，你看那不是？对对，那是雨晴啊，那是。啊，你看。优秀机长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么多年，这雨晴是飞行小时最多的呀。是啊，叔叔，您不知道吧？这雨晴啊，在我们公司那飞行小时是名列前茅的，那飞行的补贴也是最高的。对，这可是挣的血汗钱呀。啊，你们忙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叔叔阿姨，我送你们呗。啊，不用，不打扰了。门口大巴挺方便。是，我们走了。有空去家里玩啊。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慢点，哎。姐，上次联系的采访定好了，下周二你要准时到啊。手机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！又到了我们下午茶的时间。巴赫说过一句话：“如果不喝咖啡，我会心力枯竭，就像一块干瘪的烤羊肉。”所以呢，我今天特意选了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，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款在这里排名第一的手冲咖啡。不作不精致，手冲咖啡才是真生活。抖音呢，老大？哎呀，看看吧，解解闷儿。哎呀，饭来了。你又是麻辣烫，我连吃三天了。这周围没有好吃的馆子，吃来吃去就这一家还能吃，凑合吃吧。曲总，今天我请您来是想让您帮我，对丁总那个项目。曲军，这样啊，我呢，先给你透个风。丁总那边的事儿呢，你趁早收手了。你那个单子他们已经签给龙庆公司了，
可我。慢点儿。哎呀，这就是啊，不就是一个小项目，你至于吗？不像你的风格。这就是啊，这人在江湖上混的名誉啊，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名片。如果把它弄丢了，以后的路就不好走了。你说的太对了。我简直是鬼迷心窍了，我家也没了，我工作也没了，我原来的圈子也根本混不下去，满盘皆输。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，以前跟着我呢也开疆扩土过，看你现在这样子，我心里还真挺不是滋味。要不这样啊，我给你指一条路，走不走，你自己琢磨。您说，公司要在泰国呢筹备新项目，需要派人过去全权负责。项目前景非常的好，就是有点辛苦，愿意去吗？泰国，仔细考虑一下啊，想好了再答复我。不过呢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你在这儿失去的啊，你换一片天地，或许可以重新来过。我不考虑了，我答应。想好了？嗯。想好了，来干一个。谢谢您，谢谢您给我机会。来，我的差不多了，你的呢？高院长也去啊？嗯。那你妈同意了？暂时还没有。那等我们婚礼那天，如果高院长来了，那你妈的心态不是就崩了吗？她自己跟我说的，她会搞定啊。哎呀，高院长想当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可是你妈怎么滴水不漏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？哎，你都写完了吗？没差谁啊？你爸和震雷呢？我们家我妈和我姐来就行了，他们不用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别不好啊？也不是你刚才那么看重我干嘛？我不会劝你委屈自己去包容谁，但我希望你做的决定都能给自己带来正面的情绪。如果你觉得跟你爸和震雷彻底不来往能让你放下包袱重获快乐，那我一定无条件的支持。但是如果只是一时的赌气，事后反而让自己心事更重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就不值得。你说呢？睡觉。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，这里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我院心外科将继续充满活力与干劲，
心怀理想与抱负，坚持专心、爱心、恒心、信心，为民救心。现在我宣布，雁西医院心脏移植中心正式启动。你把这个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拿回去给你妈妈看，说不定她会感兴趣呢。这课程选择还挺多。现在有很多退休家长都去念老年大学，而且是一去不回头啊。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朋友、有圈子，有很多事情要做呀。他们一忙起来，整个情绪都不一样了，总比一直闷在家里强啊。那得争取让他去啊。最近任务太重了，我都喘不上气了。你爸妈昨天没给你做好吃的吧？啊，我爸妈？嗯，他们昨天来机场找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你前脚刚走，他们后脚就到了，走差了呀。那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什么，就在大厅逛了逛，知道你是全公司有名的飞行达人，哎呦，可把疑心弄坏。这老爷子吧，虽然啥也没说，不过呢，估计心里也不太好受。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忙着结婚都没回家呀？那不应该啊！你看你爸妈多疼你啊，为了见你一面，大老远跑过来。你再看看我妈，哎呦，我好不容易请假吧，回去跟她吃个饭，陪陪她。嘿，人老人家恨不得要给你甩出去，生怕我耽误她跟她姐妹聚会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值机吧。知道啦，我来机长。你去召集人吧。嗯。只是一时的赌气，事后反而让自己心事更重，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就不值得了。您怎么来了？洪副市，你喜欢吃的，就在咱们家楼下的超市买的，还挺脆挺甜的，我就给你带来点。公司什么都有，自助餐什么的都可以免费吃，有很多水果，您就不用大老远跑一趟了。是，你们公司待遇都挺好的，我其实也是瞎操心。那个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飞了，您路上注意安全。玉清啊，急诊室那个事儿，爸爸当时是急昏了头，但确实不是不管你的死活，你想的太严重了。你和宝在爸的心里边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谁高谁低，谁重谁轻。
知道了。玉清，你和清风结婚，爸祝福你们。你真的不想邀请爸参加你们的婚礼吗？玉清，爸对不起你。一直以来，我确实在等您说一句对不起，但道歉是有期限的，并不是伤害了对方以后，任何时间想起来再去说一句对不起，就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就能当这件事情烟消云散。您快回去吧，我要飞了。听说你今天调班了，状态不太好，就找人带飞了一下。哎，那不是关叔叔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来找我的。好吧，你叫他。哎，别，不用叫他。家里又出事了。这样，你帮我个忙，把他给送回家好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等等啊，千万别说我在这儿。放心吧，走了。关叔叔，你在啊？哎，小白，那个我师父在飞呢，还没回来，我送你回家。哦，哎，行。来，小心点。还好吗？行，没事。您累不累啊？还行，还行。这个回头给你师傅吧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师傅啊。客气了，叔叔。哎，没事。哎呀喂，
爸，还爸什么爸？以后叫李叔叔。振磊，我就知道你成天没事在我们家楼底下瞎溜达。你说你溜达来溜达去，你能溜达出个什么？爸，我就是想看看这李叔叔。贝贝那个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不可能让你看见他的。听叔叔一句话，早点回去吧。几号球衣打球，到现在他都记得。这回出差回来，他都给我买两盒回来。省吃俭用那些钱，全花我身上。哎呦，我闺女不理我喽，我媳妇儿不要我了。喝，今天我得多喝点儿。干，一醉方休。二斗，好兄弟。结婚了，我得帮着他收拾收拾屋子什么的呀。哦，那秀兰姐，啊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啊，我现在过不来，以前我照顾一个，现在我需要照顾两个，等我忙完了我就过去啊。这打碉堡刚消停几天又打鸡血了，这是儿子，还没吃早饭吧？吃了。又是那营养早餐，那营养根本就不够。你看看，妈妈给你做了三鲜馅的饺子，还有虾仁的馄饨，来，快点吃吧。妈，您这是？啊，我儿子要结婚了，里里外外多少事儿啊！我过来给我儿子张罗张罗。那个前一段时间啊，妈妈是有点消沉啊，但是为了我儿子。妈妈可以振作。妈，您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是啊，我儿子要结婚了，我怎么也得打起精神来张罗我儿子的婚事。哎呦，你看这家，我这才几天没来呀，你看看，哎呦这，你看看这冰锅冷灶的，这哪像过日子的样啊。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冰箱里除了炖点水什么都没有，你真是的。哎，你们俩呀
当然你们俩都是事业型的。我原来想你们结婚了，我就自己搬出去享享清福了。但是现在我这一看，我还得搬回来住。啊，那个主要是我想一块儿照顾照顾你们俩。来，雨晴，何唐，你别管儿子，你不能管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妈。何唐啊，快点吃啊。那个，雨晴啊，我今天啊就炖的鱼特别入味儿，关键是我炸的时候，我把那个刺都炸酥了。来来来，你尝尝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这儿的鱼是最好的啊。来来来。哎呦，真像儿媳妇儿。对，公筷公勺啊。谢谢阿姨。您来一点。哎。嗯。好吗？好吃哎，阿姨，是不是？这个刺真的是软的。谢谢妈。嗨，阿姨你也吃啊？哎，我吃我吃，我你不管我，我自己来，你们俩吃。好。雨晴啊，我搬回来住的事儿，清风跟你说了吧？跟我说过了。刚好这段时间我们筹备婚礼特别忙，好多事儿我们俩也拿不定主意。您来了呀，就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们特别高兴。真的？当然那些我只是建议劝你们不要听我的，大主意还得是你们拿。哦，对了，邀请的宾客名单你好了吗？啊，你好了。我这两天再检查一下，就可以发那个请柬。啊啊啊！别听我的，听你们的，听你们的。我有个建议啊，啊，当然只是建议，大主意还得是你们拿啊。阿姨，您说啊。邀请公司的同事无可厚非，但是我觉得孙小白就不要请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孙小白追过你呀、啊？你想想，你们好心好意把他请过来了。是吧？万一他心里要介意呢？他心里要脆弱呢？喝多了酒，胡说八道的，多尴尬呀！所以我觉得孙小白就不要请。妈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他们只是同事关系，那是他徒弟。当然我只是个建议啊，大主意你们拿啊，你们拿。他不会的。哦，对了，清风，还有就是你那个同学丁志波，我绝对不要邀请他了。怎么了？您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是，小波还是个好孩子，我挺喜欢他的，但是他那媳妇儿我不喜欢。怎么了？他那个媳妇儿啊，老是对丈夫管头管脚的，而且老在背后说他婆婆坏话，我爸把雨晴给带坏了。妈，我怎么记得是丁志波他妈对他管头管脚的，总在背后说他儿媳妇儿坏话呀？我只是个建议，听不听在你们啊。阿姨，您的建议我们会考虑的，放心吧。两个重点，孙小白、小波就不要请了。还有，请的宾客名单我要过审一下。哎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我这……哎，对对对，妈，已经吃东啊。这是一所特别好的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，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专业？老年大学我就不用了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白天上班了，您没事干啊？老年大学我哪有时间去上啊？以前我照顾你一个人，我精力都不够，现在我要照顾你们两个人，我要拿出我所有的精力。阿姨辛苦了，快吃菜。来来来，快点，雨晴啊，我给你加点肉。好，辛苦阿姨了。老关，咱们老哥俩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心脏还难受吗？好着呢，清风亲自做的手术，差得了吗？不过咱们为了子女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对对对对。哎呦喂，你说这个时间一转眼儿，清风和我们家雨晴说话就结婚了。你说咱们两家就要当亲家了。哎呀，我这心里真高兴啊！我也特别高兴，是吧？来来来，高院长，今天我约您出来就是想跟您说，
以后我们家雨晴就拜托您多多照顾了。哎，见外了，见外了。雨晴这个孩子啊，我从第一次见他我就非常喜欢他，是吧？哎，老公您不知道吧？嗯嗯，清风跟雨晴能在一起，嗯，那还是我牵的线，我做的媒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一点都不知道。只可惜呀，我这个情况你也了解，嗯，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很难融进清风的生活呀。哎，不过您放心啊，我一定尽全力支持这小两口。好好好。不是那大碉堡到谁啊？那就是清风的妈妈。您起的？别见怪啊。到现在还不待见您啊？哎呀，那前两天呢，我就让清风啊给他妈妈报一个老年大学。嗯嗯啊。哎，现在老年人之间特别流行的重返校园，去培养一下他们年轻的时候想学却没有机会学的兴趣和爱好。嗯，我就想着等我退休以后我也去报个名，这样我就可以在校园里面重逢我们家秀兰了。哎呦，您这可真够浪漫的。浪漫什么呀，人家秀兰一口就回绝了。秀兰这个心思啊还在孩子身上不肯放手啊。你看要不怎么管他叫大碉堡呢，对吧？顽固分子啊。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家秀兰，你想想他这一辈子啊都在照顾清风，是惯性思维，你让他改他一下很难改变的。哎，慢慢来吧。对对对。哎，好。艾特老班长，严重警告，本群不允许发广告，请你撤回。马正经。艾特老班长。本群是服务社区的，禁止乱发小广告。啊，所有人，大家注意了，别是骗子，发送。老班长跟我对着干，哪儿来的骗子呀？抓紧时间进来吧。这个，今天主要是烘焙班的同学，还有一部分家政班和摄影系的同学。我现在宣布啊，学校为了表示咱们新同学入学，
特意安排了一次校外活动，天津两日游。这个哦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一下了。本人关永年，是这次活动领队。哎，谢谢大家关照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哎，不是，临时的。啊，班长还要另行咱们选举呢啊！那下面呢，我就念一下名单，我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就喊到，咱们共同唤起儿时的回忆，好吧？好。好，哎，家里乱，跟一锅粥。没戴眼镜，跑到这儿忽悠来了。幸好是你走进时光的半径，许多秘密有了远近的回应，我不再是孤独的远行，独自成行。我幸好有你倾听梦想的烦恼，甜蜜收到默契的回应，心动的点滴启程在耳语，我还未说你却在默默参与，只是还没有资格任幸福挥霍，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，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，你回望的璀璨，我想一生慢慢只是还没有经过平凡的暮色，想起你天空中明